而透过镜头，你可以看到的是马前总统的这个专车是已经抵达。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大陆国台办负责人呢，潘贤长也亲自陪同。一个展厅来参访。马前总统呢，对于三峡的文化可以说是兴致盎然哦。整个在展览过程中呢，就像是一个好奇宝宝。刚刚呢，他在这个镇馆之宝之一哦，这个鸟行尊呢，他还开玩笑说：“我看他这么胖，怎么会飞得起来？”Thank you.